今天来吃点好东西，你看，还有小鲍鱼，哎，也算舍得吃，八爪，皮皮虾，虾婆就是，你知道吧？哎，这皮皮虾它会扎人，扇贝，这种小一点的我们自己吃了，大一点的我们会拿来卖，够不够？ 喂，喂我，我去，哎呀，一般小一点的我就自己吃了，其实也挺香，对吧？也挺美的，哎，来点醋，来点酱油，感觉上再来点老干妈，是不是会更爽？哎，嗯，哎。 哎呀，炖它个几分钟就 OK 了，10分钟吧。